101三名成员合体舞蹈挑战，让粉丝超感动。刚退伍的何晨昀带着新歌 Blast 回归，为了宣传新歌，他在网络上发布了舞蹈挑战影片。最近 SIX 的裴真映和 AB6IX 的朴佑镇一起和何晨昀拍摄舞蹈挑战。101成员聚首，默契十足的舞蹈让粉丝们看了都非常高兴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成员们在一起互动了。三人还拍摄了一段有趣的版本，并上传给粉丝们，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用心。粉丝们称赞太棒了，裴真映进步了很多，三个人一起的舞台真的配合得非常好，也让人十分想念101。